高仿账号涌现，好炸裂的东北宇宙家族啊！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，近日网红主播东北雨姐账号被处罚禁言以后，多个雷同账号纷纷涌现，除了有平辈的东北雨哥、东北雨妹，还有上一辈的东北雨婶、东北雨爹，更离谱的是隔辈的东北雨奶、东北雨爷，三代雨的亲戚都冒出来，被网友戏称为东北宇宙。只要稍微比对，就会发现这些账号在整体风格上与东北雨姐如出一辙，一样的剧情音乐，一样的剪辑手法，一样的干劲儿十足，甚至有点连长相和发型都像复制粘贴。有网友辣评：大家好，我是东北雨贾雪，雨爹雨妹雨弟我没笑，东北雨伞我是真的绷不住了。事实上，大量的宇宙系列高仿账号扎堆出现，容易混淆视听，误导网友。好在平台已经出手，将系列账号名称重置为纯数字账号，并且表示坚决反对不当蹭热点的行为。高仿账号无疑是在瓜分东北雨姐 IP 的剩余价值，折射出的是唯流量是从的歪风邪气，传达出的是黑红也是红的错误信息，这样的流量红利吃不得。